心灵晚岛，忙碌了一天，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心灵晚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为你加油，为你充电。亲爱的朋友，平安陪伴你在空中的佳佳在这里向你问好，好高兴又在新的学期当中与你空中再相会了。在这里呢，佳佳除了要向大二、大三、大四的你问声好，一个暑假不见了，希望再一次陪伴你在新的学期当中共度每个夜晚时光。那除此之外呢，佳佳也要诚挚的欢迎所有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加入真理大学这个大家庭的行列。也许这个学校对你来说很陌生，也许你并不认为这是你心目中的理想学校，但是佳佳在这里真的要说，每一位加入真理大学的你绝对不是偶然的，而且佳佳真的相信在这个校园当中，你也一定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一定会在这个校园当中可以为自己制造非常丰富非常精彩的回忆哦。希望在这四年的生活当中，真理大学所提供的不管是专业上的知识或者是生活上的关怀，都能够成为你生命中的祝福。真理大学呢，是教会设立的学校，这个学校也是纪念马偕牧师来台传福音。在1965年的时候，马偕牧师所盖的牛津学堂的原址创校，它的前身呢是淡水工商管理学校以及淡水工商管理学院。那么为了关怀所有的学生以及住宿同学的住宿生活，因此呢真理大学学校里特别设置了校牧室，为了就是要提供同学更多的帮助。此外呢，校牧室也会不定期的为同学举办一些活动，那么平日呢在周间也有不同的聚会内容，都非常欢迎同学能够踊跃参加。那校牧室的电话呢是2621-2121，分机是1071还有1073。佳佳再说一次，校牧室的电话2621-2121，分机1071还有1073。盼望每位收听节目的你都能够记得，校牧室是关怀你帮助你的一个地方，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上或者是心灵上需要帮助的时候，都可以跟校牧室联络，或者是直接到校牧室和当中的牧师还有辅导老师们谈一谈。佳佳相信校牧室的每位牧者和老师都会非常乐意的来为你服务哦。那么说到这新一学期的开始，让我们先来听来自 Sunshine Singers 所演唱的 Life is a Gift。A gift of love from God, a gift of love from above. It is so wonderful, don't throw it away. It is so precious, treasure it every day. It is so wonderful, don't throw it away.这首由 Sunshine Singers 所演唱的 Life is a Gift 之后呢，佳佳还是盼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让新的同学对学校的校史有一些简单的认识。学校的创办人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马偕牧师。马偕牧师呢，他本身并不是医生，但由于他聪明好学，
他用自修的方式学到医术，所以呢，他会为人拔牙。据说他总共拔了20000颗以上的牙齿，而且他还会调制药水为人治病。早年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国家加拿大曾经就读于师范学校，也担任过小学的老师。后来他加入神学院念书，成为牧师。接着他就决心要离开他的故乡加拿大， 远赴来到台湾，在淡水登陆。于是呢，就展开了他在台湾北部传教将近30年的时光。在这30年当中呢，他先后设立了牛津学堂，也就是真理大学的前身，还有马街医馆，也就是今天的马街医院。当时呢，这医馆当中就聘有正式的医生驻诊。 另外马街牧师也建立了60间以上的教会，可以说对台湾不论是在医疗、教育还有社会服务上有非常大的贡献。所以新北市政府特别为马街牧师在淡水老街设立了纪念的塑像，而淡水镇公所也为了要感谢马街牧师的作为，将每年的6月2号，也就是马街牧师去世的日子定为马街日。 这就是真理大学学校的校史，希望能够帮助你对这个学校有更多的了解。新的学期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佳佳真心盼望在新的一开始，你也能够立定心智，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此外呢，佳佳也再一次欢迎正在收听心灵晚岛的新朋友、老朋友加入心灵晚岛的Facebook。 你只要在Facebook上搜寻心灵晚岛这4个字，你就可以在上头收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也可以留言给佳佳，让我们有更直接的互动。 那么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佳佳要送给你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盛小梅的《拥抱新的每一天》。愿上帝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就下回同一时间空中再相见喽。 全新的盼望。
心灵晚祷，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